家好，我是 SNH48 Team Two 的一家爱。这次是 SNH48 第一次的总选举，很荣幸我能够参加这次的总选举，是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所以我决定参选。知道 AKB48 的时候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 AKB48 的舞台还有前辈们一直是我所憧憬着的对象，前辈们的元气和活力一直感染着我，只不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自从加入了 SNH48 之后，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我从一个正能量的感受者成为了一个正能量的传递者。不过如果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正能量的传递者的话，我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现在的每一天都处于努力当中。很感谢一直支持着我的粉丝，就是因为一直有你们的支持，所以我才能尽情地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汗水，跟小伙伴们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把更多开心的正能量传达给你们。宫泽前辈跟玛利亚前辈每次来上海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悉心教导很多很多的东西，也会跟我们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他们跟我们说团结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论这次的结果怎样，我都会带着我的这种心情跟 SNH48 Team 2的大家一起努力的走下去，也会努力的将这种开心的充满着正能量的心情传达给你们，所以这一次也请大家多多关照了，谢谢。